欢迎下一位。大家好，我是那个就读国立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民族发展与社会工作学系的同学生，然后是来自台东的布农族，我叫胡宇翔，大家好。谢谢。我不知道他们要来了。我们非常好奇这个学院，因为这是台湾独一的，对不对？对。例如说里面有哪些课程？有民族发展与社会工作学系，我的学系，还有民族语言与传播学系，以族群关系什么，好，文化学系。OK， 你们有常去上课，对不对？我是社工系，我是民社系。OK， 对对，所以其实这是你们想保留这个原住民，让他那个他的精神、他的语言各方面都可以好好的研究，对对，把它保存下来，对不对？非常棒，非常重要。谢谢。带来什么歌曲？带来那个台东流传的一首情歌，叫做《请你告诉我》。然后这首歌还没有找到人唱跟人做，所以希望可以把这首歌介绍给大家听。OK， 这是民谣，对不对？就可能吧。OK， 加油。可是等一下，那个我这首歌请我们原那他校内的原氏乐团的那个吉他手光平帮我伴奏。好，加油，请开始。讲说你一唱女孩她就感动了，因为很久没有人对她唱情歌，而且你唱的真的好听，而且她那个开口那个女孩，这真的是流传的民谣。对，就是还找不到作者是谁，不知道，不知道，就在部落里面会，在部落里面，哇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优美的情歌哎，而且你感动了我们的女生的评审，现在很紧张了。从第一句我就觉得哦，然后唱到第二句，唱到副歌，我就觉得哦，真的很感动，真的很好，而且你声音真的很好听。OK， 恭喜过关，谢谢大家。